放了一点新粉椒，一点配菜，那个大萝卜，什么香味，有点生的，有点鲜的，看起来呢又更亮一点。 就是一盘这样，就是一些家常菜，简单，方便一点，这些肯定是煮的。
平常也能吃。我大家喜欢呢，可以稍微点点赞，点赞对小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哦。如果喜欢小黑的话，也可以点点关注，谢谢。